王爷一见那龙心心，他疯撒偷的人武侠仙拳蟒袍腰横玉带足，他朝学做官在朝里，在朝中享了起家中事，上金殿这个我爸奔那个一奔一奔奔奔八奔奏单起。老师傅别唱了，他已经到点了。真到点了吗？到点了，奔大享个钱降起。别唱了，到点了。怎么到点儿了？新年快乐！快乐！我还以为啊，唱着唱着龙套上来了呢啊！到点了没有啊？真到点了，行嘞！倒数的机会了，太棒了啊！不用倒数了吗？没有倒数了。没有，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差那么两秒，你知道吗？不能，你下去的时候11:30啊！哦，那来吧，先给大伙儿拜年吧。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！哎呀，这个他们上来搅和啊，那咱让他给大伙儿表演个节目吧，好不好啊？来吧，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倒班来倒班来，哎，岳云鹏啊，哎，来德云社18年了，哎，马上，哎呦喂，刚18年，18年啊，刚才17年了啊。对，来吧，给大伙儿表演个小节目吧。大家想听什么？只要我会，过年了，咱大家开开心心。五环，五环，我们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么些年还听五环。最亲的人，好吧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辽东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，传承了千万年。大家没什么情绪啊，新年快乐。狗子，狗子快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好多人都是狗子的粉丝啊，来吧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节目吧。哎，师傅，我不叫两声，这个要求太简单了。是，我就不我就随便给大伙唱两句吧，唱的不好听啊啊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紧紧的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唱的狗里狗气的，这是啊。阿炳，你们看看这饼里饼气的。这个新年了，唱一首我的单曲《发财》，比哥带你发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刚才是不是过去诈骗犯？这单曲呀，这干嘛呢？新年祝福吗？再来两句啊！发财，哥，吉时吉日吉如风，这个丰年丰月如风增，增福增财增长寿，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。关键是吐字清楚，是吧？哎，嘿，啊，太棒了，表情真好啊！曹浩洋，刚才那个病人是你带来的吗？啊，是是是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来，啊，我来一个，我也没准备，这样我演一个那谁，那张九南刚才没演的节目。好，好，好。爸，爸，爸，这是一个四眼狗。说说，那个孙老师今天准备了。啊，孙越，来来来，快来！没想到的事情啊。这个曹浩洋把我节目演了，你演不了那个，你也不像个狗啊！哎呦，给大家拜年拜年！不不，来个绕口令，瘪玻璃棍儿。对，不打不打，来给大家拜年拜年拜年，新年好新年好！哎呦，不行，我回学什么？学个大象啊！不要提他原来的工作啊！学不像了。对，李云杰，快来，给大伙儿学个写字儿。我还挺太写字儿。来，我还挺紧张。给您唱段失传曲目，叫《苏三起解》，这可有年头没人听了啊！哎，李云杰在京剧《青衣》里边是正经有师承的啊，他是跟杨金明学的。对，这叫师承啊！苏三，还行吧，各位啊，有点干。苏三立了红土线，江山爱在大家前位，曾开眼我心。好唱过王的句子，听我演那一位曲，王南京专与我们三王子。
差不多得了，哥啊，这么多人。当当花。栾云平，快来，他外号叫栾副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本来情绪刚刚搞起来，我不要让我给闷回去。谢谢大家。啊，这就完了。啊，来，高峰高老师，快来。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。活不了啊！找了没有？啊，来，孔云龙，老愣来一个，孔愣。瓦蓝蓝的天上飞，老愣，谢谢。一周年，一周年，还真是啊！这个老愣一周年，去年是在这儿吧？啊啊。侯爷演一个吗？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就没演过，憋了好些年了。好家伙，叫小帆吧。小帆吧，行吧。我这个，这郭老师都不会啊。听我这个啊，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心中起心间。站立宫门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。来。拦着点啊，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叫小帆。哎，行。怎么样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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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羞没臊了。哎，这回到于老师了啊！新年新气象，对吧？那么多孩子，那么多孩子，您看看有一个吗？啊，来您，来您啊！于老师，什么来段？哦，大爷，您唱一个，我们只要我们会唱，我们跟着您一起来。你们不会唱，来一个，来不唱不唱，来来来来，于老师，过年了，您怎么了？侯爷都唱，您要不唱说不过去了。大爷，一个有您俩师兄弟啊，您看啊，连孙胖子，您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我们俩人是丢完了，就差您了。来个正底。好，咱不能全军覆没。那我先让你狗叫。来，于老师啊。哎呦，你这个没事，您随便。哎，这个咱这样，您一年就唱一回就行。哎，对，嗯，那个我还唱几句《京韵大鼓》吧。可以啊，好吗？可以。嗯，就咱们就两句啊。哎，好。古代列国多奇闻，俞伯牙汉阳抚琴玉知音，巧逢钟子期对答把琴问，意气相投又把香焚。好，吓我一跳啊！谁吓谁一跳？吓我一跳啊！这个反正今儿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您喜欢谁的也都有。这一年风风雨雨的走过来了，其实是得亏了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啊。这个时值年终岁末，这场跨年咱是演完了，咱们期待之后的封箱吧，啊，嗯，你们今儿演，你们散了别走，就在门口等着，嗨，等着封箱开票啊，等着封呢那个，那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观众唱一个吧，好吗？好，好嘞，来往前站啊，嗯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。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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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！哎哎哎哎哎哎呀！一心赶考，够奔东京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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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走过三里。杏花营啊，哎哎
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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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十里亭锁定了崔莺莺啊，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您来到天桥德云社剧场观看我们本场的北京德云社相声大会。那首先呢，就请您欣赏快板单刀会，表演者朱鹤松。国纷纷，民不安，东吴西蜀汉中原，那曹操占了中原地，刘备皇叔嫁作在西川，在东吴坐下了孙权主，六郡八十一州，他占据了江都的半边天。这一天，孙权嫁作在银安殿，文武大臣来占班，黄门关站在了丹池，一声喊：“众位大人，你们请听言，哪一家有本出班早奏，要无有本，咱们卷帘朝散请假还。”言还未尽，有人搭了话，在一旁装过来东吴的大夫官，此人姓鲁，名肃，字子敬，撩袍端带走着银安，口尊声主公：“臣有祭献，我为的是山西蒲州的关美然，他霸占咱们荆州，归他们有，我在江边设摆了宴，怕只怕匡扶容易的秦虎难，我请着关羽到这边。”言还未尽，有人搭了话，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老相官，此人本是乔国老，撩袍端带走着银安，连连的摆手说声：“不可不可，子敬，咱莫拿关羽当作等闲。昔日里他们弟兄桃园来结拜，博马乌牛祭地天，头一阵大破黄金兵百万，二一阵刀斩华雄九尾寒，虎牢关前一场战，那张翼德枪挑了吕温侯他的那个紫荆关，老黄忠能射那百步穿杨箭，这赵子龙的一杆长枪令人胆寒，马超马岱两员将，有一个紫脸的将军名叫魏延，关平撂话多么英勇啊，我听说有一个鲁莽的周仓，可实在真难缠。”鲁子敬听罢，连连的摆手说声：“无妨碍，无妨碍，老太师你把心放宽，现如今刘皇叔够奔了西川去，保驾的军士庞士元子一去，在落凤坡遭了大难，把一个治国的庞统给乱箭穿，刘备写书来求救，搬请诸葛卧龙贤，诸葛亮率领的大军前去救驾，那些个能征惯战的将军们全都奔了西川，现如今独剩下关公一人把守荆州地，就让他孤掌难鸣也算枉然。”鲁子敬转过身来，面对大家把话讲：“众位将军，你们请听言，哪一家大胆过江，把书下聘请的关羽到
这边谁要是请来了官夫子，职上加职，官上加官；谁要是请不来的官夫子，杀死人头挂高杆。言还未尽，有人搭了话，小黄文迈步走进阴暗，口尊声主公，为臣我愿往，我万死不辞，过江下书到他那边。孙权点头说声好，你今天到了荆州地，见着关羽你要随机应变，巧答言。黄文磕头说遵旨，你看他午门以外上了他的马刁安，来到江边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骑迈开大步上了船。小黄文催船来得好快，眼前来在了荆州关，城上的儿郎高声大喊，呆胆大的奸细，稍要近前，我们这里有灰瓶炮子，要你的命。再往前有滚马雷石往下翻。黄文在船头高兵手，哎，西游拿我是奸细道，我本是东吴派来的下书官，城上的儿郎不敢怠慢，急忙忙下了城楼，走进帅帐，跪在平川报，禀报夫子爷，东吴派来的一个下书官。关羽的座上把令传，小黄文随令进了帅帐，你看他头顶着书信，跪在平川。关平接书递给了关羽看，朗朗的言辞写的上边，上边写鲁肃顿首拜，拜是亭侯胡驾前，我们两国本是交界地，两家和好莫结怨，我在江边设摆了宴，聘请您老到这边，您若是来了真君子，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。关羽看罢冷寒笑，我那暗骂东吴的黄口蛮，你哪是情某虚敷衍，分明是为的某的这座荆州关叫黄文。某家休书不及，你替某转拜卢子敬，就替某明早红日东升到你那边。黄文磕头说声好，你看他抱头鼠窜往外翻。黄文回国我且不表，马良先生来的帐前尊亭侯，这酒不是好酒是时雨，宴不是好宴是时言，依我看赴宴不如不去的好，怕着怕酒席宴前惹祸端。关羽听罢微微冷笑，哎，先生你胆小，是个文官，曾经的某郭吴关连斩六员将，到亲戚黄河滩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小小的沟渠能把船翻。马良闻听朝后退，意思关平到帐前尊父帅，明日赴宴多带人供马，怕着怕酒席宴前惹祸端。关羽听罢惭眉皱，哎，胆大的纯子你敢多言，明日赴宴我有心多带人供马，怕着怕东吴的将官小看咱，到明天我单刀一口去赴他的宴，就得周仓将一员，我命你搜查死门房间隙。一到夜晚城门早关，到明天你同廖化带领着500弓箭手迎接副帅转回还。吩咐已毕，天色晚，红日滚滚落西山，叫从人给爷备好了春秋案，告别灯烛罢收官。先关了一套江吕望水旱埋伏13篇，又关二套孙武子雷炮分兵在阵前。关书关到了三更天，爷的后帐去安眠，一夜的无书我且不表。次日东升5月13，关平备好了赤兔马，赤兔马扣进了紫金鞍。关羽在滴水岩前把马上，有周仓肩扛着大刀跟在后边。主仆二人来得快，见一道长江把路拦，关羽的甩等离鞍下了马。见江面上早就预备了一只大官船，船罩定了青纱帐，下边铺的本是星星红毡，船头上放的了一把金交椅。关羽上船坐在上边，关羽的虎驾船头上坐，水手一见不怠慢，急忙忙起锚车跳就开了船。正赶上顺风来得快，恰好是弯弓箭离弦，关羽的虎驾船头上坐，慢闪二目把江景观，但则见
碧点点的青天，红扑扑的日，是魏耸耸的高山，叠翠翠的盘，孤零零的江亭，黑漆漆的住书落了村庄一目然，远方关山远方远，影影超超雾满满，一望四野天连着水，日照波光万丈滩，紧紧的波涛层叠叠的浪荡荡的，微风稳稳的船，周武藏大喊：嘿，好大的水，关羽关水，手捻长髯，这水可不叫个水，好像老夫我当年杀贼的英雄血一般。20年前争天下，舍死忘生为江山，年少的周郎今何在，能争的吕温侯他又在哪一边，青山绿水依然在，不觉老夫我的两鬓斑。且不言关羽关江滩，再表着东吴报事的蓝旗官，报是报给卢子敬，报关羽到。鲁肃闻听不怠慢，带领着人马来到江边，来到江边，哨的凉棚用目看，见上水风吹如梭，来了一只大官船，一杆大旗飘火焰，斗大的官字露出了多半边，青纱帐罩定了两员将，杀气腾腾好威严，绿缎子扎金头上戴，面如重枣一样斑，卧蚕眉丹凤眼，胸前飘洒着乌溜美长髯，绿缎子皂袍分荷叶，内衬铠甲锁连环，肋下跨定了昆吾剑，虎头战靴二足穿，身背后站定了一员将，恰好子猛虎下了高山，荷叶盔一顶头上戴，乌油铠甲身上穿，浓眉阔刚须大的面子滨州铁一般，山石指四把钻在手中托，偃月刀的刀青龙龙吞口口和冀州共一宝，他的宝刀以上镶金环，猛听得苍的啷啷一声响，倒把江水给震翻。卢肃看罢两员将，虽然不怕，心里胆寒，我将便设摆了宴，怕只怕旷古容易擒虎难。卢肃这里边按传令，大小的儿郎你们听言，但等着金钟一声响，你们齐心协力到帐前，拿一家把关羽给我们拿住，直上加职，官上加官，拿一家放走了州官两员将，杀人头挂高杆，这就是关云长五十三单刀赴会一个片段，到下回舌战卢肃留下了美名万古传。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规矩论》，表演者尚九锡、何九华。相声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，是，这场是我们二位表演，哎，上台得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嗯，我叫尚九锡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哦，不值得一提，真客气。站在我边上的这位啊，我的搭档是叫何九华，哎，这是我，哎，人家相声说得好，哎呦不敢。您看啊，我们这个相声演员、啊、上台来都穿着大褂，对，一对儿的，嗯、啊，都是，这就是我们的规矩，哎，传统相声就这样。另外呢，嗯、啊，桌子上面的这是我们的道具，哎，是，随手啊，啊，拿起来一个，什么呀？这是，这就是。手绢，哎，手绢大伙儿都知道，嗯，但是在我们舞台当中呢，拿起来得有它的作用，哎，得用表演呀、啊、您看啊，嗯，这拿在手里边啊，这就是一本书，哎，这就是书，哎，也可以是一张纸，哦，卷起来，这是手纸，哎，手纸像话吗？行了行，别学了、哎、别学了。这个另外呢，啊，这个做人物区分呢，啊，这个也用得着，哦，好比方说呀、啊、打开了是这个一般 啊包个头，哎，往头上一裹、哎、小媳妇儿，哦哦，这个呢还有小姑娘，啊，咱们也得演啊，是小姑娘啊，哎，来呀，哎，您这不是小姑，您这等活去了是怎么着？这了，废话，抖楞什么呢？小姑娘斯斯文文的，您这人物嘛，什么人物？缺活是怎么的？您这是手绢的作用，你撂下吧，撂下吧。另外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小木头，它叫醒木。哎，对，大伙儿都知道啊。嗯，醒木怎么比可乐好喝？对，它这个味儿多，哎，水果味儿的。哎，行了，哪个醒木啊？木头的木。对，它反正也叫醒木。哎，对，
它有它的作用。什么作用？一般啊，这个说个评书啊，单口相声，对对，有个什么定场诗的啊，用得着这个。哎，是。再有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扇子。哎，扇子，大伙儿都知道啊，这个东西是拿来扇风用的。哎，生活中是。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，不能扇风。哦。它有它的作用。什么作用？拿在手里边啊，这么着，嗯，这就是笔。哎，这就是笔，毛笔。哦，毛笔。哎。啊，这是刀，这就是刀。哎，啊，另外啊，背在后边，嗯，剑，啊，这是剑。哎，啊，剑指，哎呦呵，指剑，哎呦呵，指谁谁剑。哎，我看你就够贱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干嘛呢？这是扭什么呀？耍剑？您这说它的作用啊？这个啊，怎么着？这是什么呀？痒痒挠。啊，嗨，哎，痒痒挠，鞋拔子。嚯！干着，哎，哎哎哎哎呦，哎呦呵，你怎么那么恶心呢？刚弄完鞋拔就啃呀，就，不是，就代替嘛，就不代替就说就完了。这是我们说相声演员用得着的他的工具哦。再有就是过去老年间有这么一句话，什么呀？形容扇子的作用。什么说？文胸五度僧道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您不明白呀？啊，不太明白。我分开了给您讲讲。哦，分开说。先说这个文胸。哎。文胸呢，大家伙都知道，这个东西嘛，它是很常见的啊。对对，哎，文胸嘛，哎，是。你怎么了？不是你说扇子，你说文胸干嘛？你我说哪个文胸？不就是这文人扇胸口？你以为呢？我也以为文人扇胸口呢。拉倒吧。怎么了您？我在你眼睛里头看见蕾丝边了。嚯！哎，您知道可够多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人就往歪了领。没有，您不是文人扇胸口？对呀，过去老年间文人呢用的扇子跟我们说相声的不一样哦。哎，比我们的小。嗯，就是那种把玩的，哎，文玩的扇子。哎，十里河常见啊。是 是哎，卖这种扇子。嗯，他们打开呢不是大开大合，是就打一半，哎，半开，哎，扇胸口啊，显得文气啊，这么个文胸。哎，哦，我来一回，哦，学一下。哦，年胸。嗯，年底最近温书了吗？哦，温了。嗯，温的什么书？嗯，时尚芭莎。哎，内力。哎呦呦呦，细微。行行行了，行了，什么文人看心微？你告诉我，不是与时俱进嘛？那也没有看那书的，知道吗？这是文人扇扇子的规矩。哦，文人扇胸口。另外呢，哦，五度，这什么意思？习武之人啊，嗯，扇肚子。哦，练家子扇肚子。哎，他们啊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哦，哎，膀大腰圆。嗯，扇子呢，打开的大，是也跟我们这扇子不一样。他们那是大蒲扇。哎，蒲扇。哎，扇肚子。嗯，来一回啊。哦，二哥。哎呦呵，二弟。嗯，最近练了吗？练了。嗯，河边踩死俩马。嚯，什么马啊？蛤蟆。哎，蛤蟆呀，没听练武的踩蛤蟆，这叫什么功夫？您告诉我，轻功啊，踩蛤蟆叫轻功，不好来。这有什么不好来？砰砰不就踩死了吗？这有什么的？不是你踩死一个，那个不跑啊？人一块儿踩死俩 ，double Q， 还 double Q 你。啊，不像话，这是轻功吗？这不就是瞄准的事儿吗？就是，那你来这个，那一看你，那肯定跑啊！你还挺萌，还给我学一蛤蟆，肯定得跑呀！你不好来，那倒是不好来，对吧？也没有踩蛤蟆的，知道吗？就是习武之人扇肚皮啊，就扇肚子，哎，就扇哦。还有就是僧道领，这什么意思？和尚老道啊，啊，扇领口啊，和尚老道，大伙儿都知道 啊，和尚老道那个衣服和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啊，那是大襟的哦，哎，这边叠这边啊，搭过来的，搭过来这边一系，嗯，一个大的啊，像 Y 字形的那么一个领子，还斜的哦哦哦，哎，这样的，嗯，他们一般都是把这领子撩起来哦，往里边扇风啊，哦，往里灌风是吗？哎，对，哎，你先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您这撩起来大，这不都走光了吗？这不往里扇，哎呦，又看见文胸了，行了行了，哎，我问问你啊。和尚老道有什么可看的？我你这个人爱好很奇怪啊。啊，保不齐有好这个。也就你好吧。就搭好了。哎，对，搭好了。不至于带那么大，知道吗？人里边还有衣服呢。哦，还有，哎，是吧？是，再来一回啊。哦，
师兄啊，师弟是，最近法事如何？嗯，哎呦，刚去了一趟白事儿，嗯，刚到本家啊，就让给打出来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是啊，本家还没死呢。哎嗨，这打死都不多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打哪儿了？啊，行，问问。这不就这儿吗？哎呦呵，哎，真疼。哎，我给你揉揉。你先，哎哎哎哎，可疼了。哎，你先等会儿。怎么了？这俩是正经和尚吗？这个？互相关爱吗？关爱也没有，这是干嘛呢？这 gay 僧 gay 僧，那就不是正经和尚，知道吗？这爱好不太一样。我说怎么撩开了山呢？这就说这意思吗？这也是接活来了是怎么着？没有这个，没听说，没有这样，这干嘛俩人互相关爱？就关爱就说就完了啊。友情甭爱抚，这激情这是。什么友情呢？激情，行行行，什么情吧，反正就是，这就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哦，这么讲这扇子。对、啊哦、这是扇子的规矩。是是。再有呢，就是生活当中啊，行动坐卧走，这都有规矩。这有什么规矩？最简单了啊，啊，挠痒痒啊，快痒痒，这也有规矩。这有什么规矩？您看啊，啊，上边痒了往上挠，下边痒了呀、啊，哎，上边痒了往下挠，下边痒了是往上挠。你先等会儿啊，你刚才说的有点乱，我不太明白。刚才都给我搅和烂了。不是，我不太明白这什么意思。不明白呀、啊？啊啊，咱简单学一回啊。是是，您看啊，好比说，这就是夏天了啊，全都是蚊子。哎，对，我坐家里边啊，啊，玩电脑。嚯，英雄联盟，走、啊、玩游戏呗，就。蚊子来了啊！啊。嗯，这蚊子怎么浪不嗖嗖的呢？落脸上了啊！行行。蚊子，啊，走，嚯，真打，全是血啊！啊，你打死了呗 ，first blood， 好，有大咬我，哎，行，咬了就，哎呀呵呵，你跟蚊子发什么狠啊？你这，气死我了，咬了呗，就是，哎呀，有点痒，啊，挠挠吧，上边的是不是往下挠？哦，上边痒往下挠。另外啊，嗯嗯，您看下边的，嗯。还是夏天啊、哦，全是蚊子啊，坐那儿玩电脑 玩游戏，哎，英雄联盟，哎嗨，还没换，蚊子来了啊啊，嗯，哎呦呵，嗯嗯啊，行，哎啊，落腿上了啊，走，咬我，弄死你，哎呦呵，让你咬我，哎呀，行了，别跟他聊天了啊。腿有点痒啊，啊，挠挠吧。是，你看，往上挠。哦，下边痒往上挠。对，这就是挠痒痒的规矩。挠痒痒还有这规矩？嗯，我觉得也不对。怎么了？您想啊，是不是痒痒？对，这解痒就行，怎么挠都行。什么意思呀？哎，这么说吧，您刚才说那个，咱颠倒一下，就是上边痒往上挠，下边痒往下挠。这你说的？哎，解痒就行啊。再来一回。来一回啊。还是夏天啊，全是蚊子。是我坐那儿玩电脑啊，还是英雄联盟呗，扫雷。哎嗨，哎，你这落差太大了吧，是不是？哎，甭管了，啊，蚊子来了啊。啊，嗯嗯，哎哎哎哎哎，我现在就想碾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老学这干嘛呢？不是母蚊子吗？呵，媚气。哎呦呵，这公的也不咬人啊。哎，行行，别学了，就说蚊子来了就完。落，哎，落脸上了啊。啊，是是。走啊！咬我，嗯，弄死你！有点痒啊，痒痒呗，挠挠吧，往上挠。走，哎呦，哎，好看吗？下边，哎，坐那玩电脑，蚊子来了，哎哎哎，那有什么呢？这个，我不学了。这学他干嘛呢？落腿上了啊！哟，走，咬我，弄死你！就少弄死你！嗨，这回掉过来了是怎么着？这有点痒啊，挠挠吧。啊，下，往下挠，往下挠。怎么那么费劲？哎，走，走。哎，我看见皮影了，知道吗？好看吗？上面下边都咬了，一挠，哎，哎呦呦呦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
挨一蚊子咬成猴了，是不是？这不合理，变异了，不好看。那当然不能这么弄，对吧？这不像话啊！这还有规矩，这就是规矩哦。再有就是走在路上，嗯，想个人什么的也有规矩，这还有规矩。好比方说啊，哦，我们两个认识，这个。突然间呢我懵住了，哦，你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，哦，我就得拍这儿，一拍这儿就能想起来你叫什么，想人就拍这儿，是吧？对呀，咱来一回行吗？来一回，我没注意过，咱假设遛弯啊，行，咱俩碰见了啊，巧遇，好啊，来一回，来一回。哟，上九溪。哎呦，您别说啊，这怎么能想不起来，叫什么来着，想好好想，何九华，还真说对了。哎呦，干嘛了？哎，我出来转转呀。您看，是不是想人名就得拍这儿？一拍这儿就能想起来，这就是规矩。想人就拍这儿。对呀，我觉得不对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，这想人是大脑的活动，是手上是一个附带的东西。嗯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摸哪儿都行。什么意思？就摸哪儿都能想起人，脑子转就完了呗，无所谓摸哪儿。对呀，啊，咱再来一回，来一回。上九溪。哎啊，没事，好好想想，蒙住了可能。叫是，哎哎，何九华。哎嗨，哎呦，想起来了。像话吗？你想人，你这暗爽什么呢？你这不是这拍哪儿吗？无所谓吗？你是不是那gay僧啊？你这不无所谓啊，哎，你摸屁股想人像话吗？这不像话吧？哎呦，胡琢磨根本就不像话啊。那倒是，对吧？啊，但是话说回来了啊，作为相声演员，我们最有研究的还得是语言。哎，语言的艺术，不同的场合，不同的地点，这个人与人之间 啊说的话多与话少它就不一样啊。您等会儿吧，嗯，就是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决定着话多与话少。对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我问问您啊，嗯，哪儿话多呀？这个饭馆的话多。饭馆？是啊。是吗？好比方 啊这就是饭馆。嗯，我坐着点了一桌子菜，哦，刚吃没吃呢，哎，一抬头啊，瞧见您了。哦，看见我了。哟，嗯，何九华啊，上九溪。您这儿吃呢？啊，这儿吃呢。您天天这儿吃啊？天天这儿吃。还告诉您啊，每天下了班就这顿准这儿吃。您就不加吃去了？啊，不加吃去了。您看几点了，他们娘几个在家都吃完了，我在这儿呢随便凑合吃两口就得了。这么的，您跟我坐一块儿。哎，别咱俩一块儿吃。哎，不、嗯，这儿也坐不下，我走了。您干嘛？我走了呀。你怎么走了？嗨，我吃完了。别走啊。干嘛呀？找不两口热的。哎，我真吃完了。喝两口稀的。哎，改天吧，行吗？真不行了，今儿还有事儿。行吧。那回头咱电话。哎，电话联系。电话联系，行吗？微信。哎，还微信。好吧。行。您看，话是不是多？哦。但是显得多吗？啊，倒是不显多。显得俩人关系特别的好。哎，显亲戚。对呀。是。这是话多的地方。哦，饭馆。是啊。那话少的呢？厕所。厕所。厕所话都少。是吗？一般啊，最多两句话。两句。哎，哦，带纸了吗？啊，带了。哦，带完事了。哎，就两句啊？不能再多了，顶劲。四句话。四句什么样？带纸了吗？啊，没有。哟，怎么办啊？啊，晾着吧。啊嗨，这人什么脾气，晾干了走是吗？不能再多了，这种地方就不能多说话。不能多说话。对，我问问您吧，嗯，您该说这俩人关系怎么样？好，特别的好。好哥们儿。哎，走得近。我觉得不对，这俩人关系不够好。这还不够？当然了，要好应该有的聊啊。不可能，那地儿没法聊天。怎么不能聊天？不可能聊，哪儿都一样聊啊。在那说话不合适，他显亲近呢。不可能亲近。怎么呢？找个话题不就聊了吗？没话题。有话题。什么？有？怎么没话题聊天啊？能聊什么呀？抬杠。你这么着，哎，是，哎，啊，你把饭馆那套话挪厕所聊来。你说的，我的主意。这就不是饭馆了，行，改厕所了。改厕所。哎，我们一厕所啊。哎，我看见你。看见我了。咱俩都在这个厕所呢。哎，行，别形容这环境了。嗯啊。哟啊，何九华啊，上九溪。
您这儿拉呢？啊，这儿拉呢。您天天这儿拉？天天这儿拉，还告诉您啊，每天下了班就这抛啊，准这儿拉。您就不加拉去了？不加拉去了，他们娘几个在家都拉完了，我在这儿凑合拉点就得了。这么着，来，咱俩蹲一个坑。哎呦，别别别，来，这蹲不下，我走了。你干嘛？我走了。你们走了？我拉完了。别走，别走啊！怎么着？找不两口热的？哎，去你的吧。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五宏图》，表演者刘九思、董九立。给您换一场，哎，给您换一场，是相声大会一场接着一场。对了，刚才那俩 gay 啊，哎哎，说的不错，像话吗？啊，俩 gay 像话吗？那两位。对了、哎、刚才那两位 gay 啊、哎、说的确实不错，还是 gay 僧，你有生活、哎、是，要不然怎么知道这么山呢？嗨，是不是？是、嗯、你疼吗？我给你揉揉、哎、不用了。哎，嗯，演得挺好。哎，非常卖力。规矩论是一个传统的相声。哎，对，哎，两位卖力气。嗯，这场换下去休息休息。哎，是，把我们哥俩换上台来。我们小哥俩上台来得先做个自我介绍。哎，让您认识一下。我叫刘九思。哎，是您德云社九字科的一个小演员。哎，没错。哎，没什么名气啊。哎，您谦虚，说到哪儿道与不道的，您各位啊多多包涵。嗯，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。嗨，到我了。这是我的搭档。哎，是，叫董九立。哎，是我。相声说的好极了。哎，您捧我。我们九字科里面，嗯，佼佼者。哎呦，这不敢当。哎，一个出类拔萃的演员。嗨，您别这么说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敢不敢，我跟人没法比啊。怎么呢？人家啊，嗯，学相声打小做科。哎，是，师傅一口一口喂的。嗨，我能跟人比吗？嗯，怎么呢？我对于相声来说，我是半路出家。啊，以前不是干这个。哎，我打小不是干这个的。嗯，那你以前干嘛的呀？我以前啊，嗯，我是个科学家。好像您这是磕着哪儿了？您这，我干嘛磕着哪儿了？我这不捂脸着干嘛呢？你科学家，就发自内心那种喜悦。好家伙，您是发自内心被磕着了，我看见了。科学家，哎，不是，我听你这话好像不信是吗？有点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怎么呢？中国，嗯，咱们北京啊，嗯，有个中国科学院啊，您在那儿工作？我从那儿路过。谁没路过过？你路过是真正路过呀。那您，我是回忆一下以前的工作。哎，真在那儿干过。哎，我在那儿干过。那怎么不干了呢？不是，你这就你不懂了。怎么呢？这你就外行了啊。啊，说这个中国科学院，简称中科院。是啊，它底下有很多的分支机构。哦，比方说啊，您说，物理研究所。哦，生物研究所。哦，有。化学研究所。有。野鸡研究所。嗯，您等会儿。这个在东莞附近。哎，行了，别说，我们的分支机构。您那还上过夜班是吧？您哈，干嘛夜班啊？累不累您？沿海城市嘛，好发展嘛。哎，是得对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。嗯，你说什么呢？那本来那么东莞上班呢，还东莞怎么了？那还出差呢。不是，你听成什么了？那不是野鸡研究所吗？呦呦呦，牙碜！你看相声演员说出来话，牙碜！哎呦，那怎么了？你说还野鸡？哎呦，我都说不出来啊！我们说那是冶金研究所，冶炼金属研究所。你以为呢？我也以为冶金研究所呢。你太脏，这个人。你不亏心就行。嗯。哎，反正这么多研究所啊。是。嗯。下边有很多的科室。是吗？每个科室里边有很多科学家呀。嗯。大家共同研究一个课题。嗯。研究出来成果算谁的？算谁的？算大家伙的呗。不能。不能。不是，你这什么状态？您这是？我不能那么抄这便宜。那怎么着呀？算我一人的。不是，您这不合适了。你大家伙研究出来的成果算你一人的。我出力出的多呀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所以咱不跟他们玩了。这好人性。嗨，我出来单干。干什么呀？搞科研呢。谁是科研呢？不是，咱别说这个好吗？您不东莞上班？搞科研就是搞科学。
哦，科学研究啊。对了，科学研究啊，就自己单干了呗。哎，对了，单干了，个体户，科学家就是我。哦，就是您。哎，就在咱们天桥啊。嗯，我找一个把口的地儿，是弄个小推车，嗯，弄个小冰柜，嗯，来个遮阳伞啊，卖冰棍的。我干嘛卖冰棍的？这白大褂，这小太阳伞，还一冰柜，这不是卖冰棍的吗？你，哟，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懂。那您，我那冰柜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我里边放的东西你都没见过。什么呢？我放那种就透明的，嗯，就是圆柱形，嗯，圆柱形的那种，圆柱形在里边冻着，圆柱形，哦，这么长，啊啊啊！哎，谁要来一个？要来一根，来，啊，知道了，冰壶，嗯。冰壶像话吗？这不是还是卖冰棍的吗？不是，玻璃的，玻璃底下是圆头，哦哦哦，上面有个沿儿，试管。对了对了，就是它就是它啊，试管就是它。对，嗯嗯，叫什么管？试管，试管。不是您知道不知道啊？你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科学家呀。哦，就是什么化学针剂。对对，就是那管，培养培养皿什么的。太对了，就是它，就装小皿，小就是小皿。这冰柜里还有人呢是吗？你？没有人，就你培养皿。对了，培养皿。哎，对啊，就是他。那我听着含糊。就是他。嗯。哎，谁有个不懂不会不明白的啊？嗯嗯，有人需要帮助来找我。哎呦，我给你解答。嗯。收点钱。哎呀，好，赚点外快。啊，等会儿，不对，啊，那怎么还有个小推车呢？你预备给城管呀？他追我，我不能抱着冰箱跑吧？好家伙，我得推着呀。哦，对，你科学家还怕这个呢？那。我也是个体户，想甭提您那个体户，好家伙！所以我个体户，科学家。哎呦呵，正经的，咱是做科学的科学。哦，您都研究什么呀？研究什么？嗯，我研究这课题啊，各位，嗯，说出来吓你们一跳。哎呦，什么呀？听都没听过。嗯，叫万能自然学。听过吗？倒没吓一跳，没听过倒是。嗯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这万能自然学，嗯，特别广，知道吗？怎么叫特别广？就是包罗万象。怎么个包罗万象？那我直接跟你说，你可能听不懂啊。您说，我问你一问题，嗯，你看啊，嗯，说这个天和地，你能分得清楚吗？好，我大傻小子，天地我再分不清楚你。能分清啊？当然了，记着，上边是天，下边是地啊。哎，我不用你说啊，嗯，我怕你拿着大顶走。没有，反正就是天和地，嗯，这两者之间哪个为阴，哪个为阳？好，就这问题。对了，小孩都知道啊，天为阳，地为阴呐。你看，那怎么呢？拿起嘴就说呀，这人。怎么叫拿起？说错了。哪儿错了？说错了啊。没错啊，天为阴，地为阳。不是，我觉得您这才说错了嘛，你这有依据吗？有啊。那天为什么为阴呢？你看啊，你知道下雨天吗？嗯。下雨天之前，嗯，要下雨没下雨的时候，嗯，你叫这天叫阴天呢？有叫阳天的吗？你叫，哎呦呦，今天阳天啊，拿伞。那我真成傻子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不是？那地为什么为阳啊？你看，嗯，现在春季到来，是大地万物复苏，嗯，什么气上升啊？阳气上升。有说阴气上升的吗？那是坟地，还是啊？对，对不对？嗯，讲理。天为阴，地为阳，而且还这么跟你说啊？您说，天地生阴阳，阴阳生五行，知道什么叫五行吗？还不知道。嘿，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。哦，这是五行。哎，我的结论就是啊，什么呀？世间万事万物离不了这七个字儿，哪七个字儿？阴阳金木水火土。您这大科学家说的太绝对了吧？这一点都不绝对，毕生的心血呀！还世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。哎，对了，七个字儿。咱这样，不是我这人矫情啊，我就是咱聊天说，哎，我随便说上一样，算万事万物吧？可以啊。能挑上来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行啊，是这话，没问题。咱远的不说，嗯，咱找一眼巴前儿的。眼巴前儿的，你说这桌子，这桌子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就这桌子，嗯，太有了。那您给说说，这桌子哪儿为阴，哪儿为阳？我先说阴阳。对了，看清楚啊，嗯嗯，这个桌子啊，嗯，它外边为阳，反之里边为阴。里面为阴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你先说桌子外面为什么为阳？你看，嗯，这个桌子往这一放啊，是灯光照得着，嗯，放到室外呢，阳光照得着，
这个桌子外边吸收光线紫外线，所以为阳。那里面为什么为阴呢？反之啊，嗯，桌子往这一放，是灯光照不着里边，嗯，你放室外，阳光晒不着里边，嗯，吸收不了光线紫外线，所以嗯就为阴了。哎，还有点意思。哎，桌子有金吗？桌子有金呢。哪有金呢？你看这桌子是什么材料的呀？木头的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这个木头它不能自己变成桌子呀。当然了，那木匠师傅做的。哎，嗯，木匠师傅用什么做的呀？奔凿斧具。这奔凿斧具又是什么做的？铁的。哎，这个铁字怎么写？哎，大科学家铁字不会写啊。这边一金字边，这边一，别说了。怎么呢？别说了，有金了。哪有金呀？有金了。我告诉你，这边一金字边，这有金了。金字边也算？哎，我们这科学特别严谨，沾什么算什么。哎，沾金就算，沾金就算。嘿，行。哎，得了，桌子有木吗？桌子有木啊。哪有木啊？你看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，嗯，我估计你可能到点该吃药了吧。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桌子什么的？木头的。哦，对，是不是？桌子本身是木头。哎，这桌子有水吗？有水啊。哪有水啊？你看这个桌子是什么材料的？木头的。木头之前是树啊，树要想茁壮成长，它离不了阳光跟雨水呀。有水了，嘿，这科学家还引导着你去理解，哎，有点意思。有水了，行，这桌子有火吗？有火，哪有火？这桌子啊，嗯，劈了烧火。好的，这队长不杀了你们一会儿，多好啊！人后台还用呢，你这桌子本身哪有火？桌子本身也有火，哪有火呀？说到这个桌子的火呀，嗯。咱就得往前说了，往前。哎，话说在解放前，是好一竿子指解放前去了。咱们国家呀，有这么一族人，嗯，叫燧人氏。燧人氏，他们的儒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好像我拦您一句吧，好像。啊。燧人氏啊，那不是原始社会吗？那好像那是解放前呢，您。哦，原始社会就不是解放前了。当然了。那依着你是文革后的。解放前，哎，解放前还是啊，你这么说太合理了。对了，别给科学家抬杠，知道吗？哎，是太严谨了。我们科学特别严谨，哎，什么都按解放算。是，嗯，哎，说在解放前，哎，一大前，对，一大前，哎，对，我们国家有这么一族人，嗯，叫燧人氏，嗯，哎，他们呢，发明了一种取得非自然火的方法，叫做转木取火，有火了，还真是。是不是？对对对 对。哎，而且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的呀？木能生火，树老自焚。哎，有这句。哎，这木头里边就沾着火，还真是，对不对？哎，有道理。有道理。哎，这个桌子有土吗？有土啊。哪有土啊？你看，哎，嗯，这桌子什么材料的？木头的。这个木头之前是树，树长在哪儿啊？长地上。什么地呢？土地。有土了。还，哎，真是， 对。哎，是不是阴阳金木水火土七个字都有？对，柏油马路上没有长树的。对呀，啊，哎，对。所以说，世间万事万物离不了。行，有道理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哎，您看这啊，嗯，这光找上一桌子来，八成是你蒙的，知道吗？蒙的。哎，对，我再找一样，行吗？行，行，没问题。吃的行吗？吃没问题，万事万物吃的不是东西吗？行，得嘞。哎哎，苹果，苹果。我后台刚才上台之前，我吃了一苹果。哦，您就说这苹果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太有了，哪有？哎，我们把一个苹果拿过来仔细欣赏一下。嗯，它一面是红的，嗯，一面呢是青的。啊，对呀，红的这面就为阳，青的那面呢为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嗯，红的这面阳光照得着，吸收光线紫外线，所以它晒红了。反之，青的这面阳光照不着，嗯，吸收不了光线紫外线，所以还是青的，它就为阴。明白了，哎，太阳晒得着为阳，晒不着为阴。行，哎，啊，这苹果有木吗？先说金行吗？行，说金。苹果有金吗？那个木我得想想。嗯，苹果有金。哪有金呢？苹果有金啊。嗯嗯，各位是。iPhone， 哎，5S 土豪金，怪不得你先说金呢，哎，穷疯了是？怎么了？没听说过，我后台没事嚼手机玩，
我寂寞是吗？你来个 iPad 也行。没听说过。怎么了？那吃的苹果。哦，吃的那个。哎，对。哦，不是那个。哎，多新鲜。哦。有劲吗？有劲。哪有劲呢？有劲。你看这个苹果啊。嗯嗯。它长在什么地方？长树上。哎。嗯。等到它成熟的时候，你需要去把它摘下来。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、啊、拿剪子绞。这剪子什么做的呀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呀？这边一金子。有金了。有金了，行行行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有金了。苹果有木吗？苹果有木啊。哪有木？你看，你刚才说的苹果长在哪儿？长树上。树是什么的呀？木头的。哎，还是啊，是是，有木了。哎，这个苹果有水吗？当然有水了。哪有水呀？你吃苹果，你得洗洗呀。你洗完吃健康。行行行行，不像话啊！这个淋上去的不算，哪儿本身哪有水？淋上去不算。对了，本身得有水。哪有水呀？咱们把一个苹果拿过来，嗯。咬一口，嗯，它会流甜水啊，有水了，哦，而且水果嘛，嗯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苹果它本身就有水分呢，没水分那是核桃，对不对？哎、是是是，没听说过，是不是？是是，这个苹果有火吗？有火呀，哪有火？哎，等会儿，这我来，你来，这我知道，交给你。在这个解放前呢，是，哎，有这么一族人叫随人士人，哎，对对对 对, 对，哎，他们发明了一种技术，叫。攥苹果起火，哎，这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叫苹果老了能自焚，苹果能生火，怎么样？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我主治大夫来了，你在外边这么傻，你家人知道吗？不是，什么？这不是你教的我？我教你那是木头。傻小子，苹果能转吗？那苹果怎么着？苹果你得一手一个来回蹭啊，伙食啊，多好啊！你没听说过您、啊，你说这苹果本身哪有火、啊？苹果本身也有火，你甭瞎说，哪有火？有火，哪有火？你别催我，哪有火？有火有火，你不哪有？你这倒霉玩意儿吃什么苹果？败火呀，有火的，有火败火。我倒霉嘴都怪我了。哎，苹果哪有土啊？苹果有土啊？哪有土啊？苹果长在什么地方？长树上啊，树长在哎呀，长地上什么地？土地，太对了，好家伙，得了，嗯，行，这个大家都明白了，嗯，他也学会了，啊，等我呢，嗯，妇联有个会，哎、我得妇联开个会，好的，啊，您回来，告辞，告辞各位，别告辞，您回来吧，啊，我告诉您，我还有个问题，干嘛？您还得帮我解答解答，还有问题？哎，我这人笨，我理解的慢，好好好，行吗？我再换一样，你说行吗？您说这个山里红，啊。它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山楂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您知道？哎，又叫红果。哎，对对对吧？哎，对，你这人就笨，怎么呢？就是笨啊！是是是，山里红是不是水果？是。苹果是不是水果？是。哎，你拿山里红，你拿山里红啊，拿苹果这套往上面套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哦，对对。这样，我先去开会去。啊，对对。啊，您这边忙着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您等会儿，别着急。干嘛？是这样，我笨，您再教我最后一遍。最后一遍，哎，对，行，最后一遍啊，行行行，谢谢您，您看您这样，您就先给我讲讲这个山里红，啊，哪儿为阴哪儿为阳，简单，嗯，咱们把一个山里红拿过来，嗯，仔细欣赏一下，哎，您慢慢欣赏，它红的这面，嗯，就为阳，对，反之呢，啊，它，这山里红的，都是红的，哎，对，那都是红的，它就都为阳。对了，对吧？太对了，嗯嗯，都是红的，都为阳，它就没有阴。有阴，哪有阴？你把它掰开了，里边什么色？白色啊。找着阴了。哦，外头找不着，跑里头去了。哎，行，多好。在您说上来。哎，山里红有金吗？山里红有金，哪有金呢？你想啊，嗯，山里红长在什么地方啊？长树上。哎，等到它成熟的时候，你需要去把它摘下来。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的？我拿什么摘下来的？对了，我拿竹竿崩。哎，什么？竹竿崩。你看各位，嗯，人说的清楚，您听得明白。哎，对，人拿铜竿崩。对，不对，等会儿，不是铜竿啊，竹竿。哎，各位，铜有金字边儿，竹竿，竹竿，不是您这个帮都帮烂了。哎，甭管，我爱吃烂红果。哦，哎，爱吃这个。山里红哪有金？山里红有金，哪有金？有金，你看啊，嗯嗯，你爱吃烂红果，是你帮那么多下来，你也吃不了啊。是，吃不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得出去卖去。哎，说清楚了啊，卖山里红。
对对对，卖山里红去。哎，对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说到这个卖山里红讲究了。啊，是。山里红有一种吃法，嗯，叫做大挂山里红。哎，对，是不是？庙会上常见。哎，对了，嗯、拿馅穿到一块啊，跟佛珠一样套到脖子上，又得吃又得玩。哎，对对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时候问题又出现了，什么问题？这个山里红是硬的，嗯，馅是软的，嗯，你拿什么把这个馅穿过去的呀？哦，明白您这意思了。说这山里红硬的，哎、馅儿软的，我拿什么给穿过去的？对喽，我拿竹签捅，我一捅一个，一捅一个，一捅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哎，山里红哪有筋呢？山里红有筋，哎，哪有筋？哎，对了，啊、你说这个竹签啊，嗯，我想起来是。有一种吃法，嗯，山里红啊，嗯，离不了竹签的，啊、哦，叫糖葫芦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个竹签就有讲究了。怎么呢？但是这时候这竹签它之前不是竹签啊，是啊，它是竹筒。哎，没错。哎，你拿什么劈的竹签啊？我拿什么劈的竹签？哎，对了，我拿手劈的，咔咔咔，空手劈竹筒。哎，对了，练的这功夫。这不拉得慌吗？哎，甭管有这功夫，你告诉我山里红哪有筋？啊，山里红有筋，说不来劈死你。山里红有筋，有筋。哎，对了、嗯，你手劈出来的这个竹签啊，嗯，它不能用，怎么呢？因为上有毛刺儿。哎，对，不规则。嗯，你拿什么修的毛刺儿啊？我呀，哎，拿玻璃碴儿咔哧，咔哧，咔哧。哦、嗯，山里红哪有筋呢？有筋，哪有筋？有筋别急啊。嗯，哎，对了。你咔成这毛刺之后啊，嗯，还不能用，怎么呢？因为它是钝的啊，对，钝的穿不过去啊。哎，是得有尖儿啊，哎，得有尖。哎，你拿什么给竹签修的尖儿啊？我在地上蹭，哎，地上蹭的，哎，蹭，因为生活太乏味了吧？哎，对了，啊、哎，山里红哪有筋？有筋，哪有筋？有筋没问题，有筋哪有筋？哎，对了，嗯、说这个糖葫芦啊，是，嗯、还有一种吃法。什么呀？叫加馅儿糖葫芦。哎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这时候问题出现了。怎么呢？要想加馅儿啊，嗯嗯，你得有个口啊。是啊。山里红是整个的啊。对。你拿什么给它拉到口啊？哎，我拿馅儿勒。我一勒一个，一勒一个。哎，有点不会聊天了、啊。哎，怎么呢？山里红哪有筋？山里红有筋。哪有筋？山里红有筋。哪有筋？别急，别。哎，对了，对了、嗯，你勒开之后啊，是，嗯，还是不能加馅儿。怎么呢？有糊啊。啊，对啊，有糊不能加馅儿。嗯嗯，你拿什么给它剃的糊啊？我拿呀，拿指甲抠，拿指甲抠。这多脏啊！哎，甭管，我全卖给别人，我不吃。哎，山里红哪有筋？够缺德了啊！哪有筋？有筋，有筋。哪有筋？有筋别想啊！哪有筋？哎，对了。嗯哎，你这会儿啊，嗯，也扣好糊了，嗯，你也穿到一块儿了，是。这时候问题出现了，怎么呢？糖葫芦，嗯，你得有糖啊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你拿什么锅熬的糖？我拿砂锅熬的糖，好像够悬的。我跟你说，姓董的啊、哎，没这么聊天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人都用铁锅，你用砂锅？废话，你铁有金子边，铁有金子边。对了，砂字怎么写？一石一哨。那锅呢？一金子边。有金了。这儿等我呢。